为着要让市民朋友会当顺利找到工作，在咱台南安居乐业，市府就讲，每一档其实拢会举办真侪场的就业博览会，来帮助咱的民众找到适合的工作。你其中嘛有特别为着身心障碍朋友所来举办的就业博览会。今年的身心障碍者就业博览会，就吸引64间的厂商参加，让咱的弱势朋友买当找到适合家己的工作。由市府乐工局所举办的2017年身心障碍就业博览会，14号伫成华登场。这次一共来了64间厂商参加，带来了超过900个工作机会。同时嘛来了真侪新众朋友咧找头路。副市长张正元嘛到场参加，并再次强调赖市长食饭皇帝大的理念，希望会当将台南打造成一个安居乐业的城市。请大家启动我们的今天蜡烛不凡就业人生，我们看到媒合顺利，就业成功。食饭皇帝大，是我学的第一句台语啊，因为我们以前赖市长很喜欢讲这句话，他说：“人若食袂饱，哦，要哪有前途，要哪有未来。”所以呢，要让大家能够安居乐业，能够吃饱饭，最重要的就是就业辅导。所以我们这几年在劳工局的努力之下，我们每年都办4场大型的就业博览会。但是我们针对我们的身障朋友，我们在加码啊，再举办一场专门为身障朋友办的身障就业博览会。这天来参加的厂商当中，除了种类是相当多元以外，也有很多知名的企业，目的就是希望可以透过各种的特权，让大家身障朋友能够找到适合的头路。现场也带来了可以体验身为失障朋友的乐趣，希望透过上真实的感觉，让大家更加珍惜家己健康的身体。最后，张副市长也提到，身障朋友在就业上会比一般人更加辛苦，所以希望透过这场特别举办的就业博览会，希望让大家都能够找到头路。记者郭家明，成化区采访报道。